朵拉带来的积木玩具，我们来看看这些玩具。颜色呢，非常多，红色、绿色、黄色，各种颜色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拼装吧。拼装的时候呢，我们再介绍一下颜色。这个呢，是黄色和红色。这应该从哪里开始拼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把红色的和黄色的拼在一起，这两个积木是这积木里面最大的。这里呢，还有紫色、蓝色和红色，这一个应该放在哪里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一个空和这个积木的形状非常相似。这里呢，好，这个黄色的呢，走对了，我们来放在桌子上拼。拼上黄色的以后呢，我们来看一看，下面是哪个颜色呢？紫色。果然是紫色，蓝色也放对了。这个绿色的呢，放在这里。那这个黄色的放在哪里呢？哦，放在这里。这是一个什么呀？一个爱美的大公鸡。这里还有一个机关，装上机关，大公鸡显得更好看了。那我们来看看另外这些积木吧。今天朵拉带来了好多积木。那这个呢，是绿色的。放对了吗？我们来看看应该怎么放。黄色的和这个形状很像。这里原来也是放这个黄色的。那我们来看一看，这个拼出来不会也是一只大公鸡吧？我们赶快加快速度。放上蓝色的试试。这边呢，再放上黄色的试一下。哇，这一次速度真的很快哦。这个呢，是脚，果然又来了一只大公鸡。这是眼睛和机关。看看，原来朵拉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堆彩色积木，拼成了两只大公鸡。这两只大公鸡是来比美的吗？看看谁更好看呢？